不是，这元旦了，我们可能马上要回家了。我说没多少钱，要么你不帮刷一下吗？好嘞。 我感觉越来越苦，根本就想到以后的事情，根本没办法生存。让我说，还得赚钱，就是赚钱把得挣着。我说今天自己没挣到啥钱，我说主要。